哎呀好，我是小苏，前几天订做的四件套做好了，现在我们去取一下。哪里取啊？嗯，取这个吧。我就不挂这个，我开个嘟嘟侠。他开的帐篷之类。嗯，那必须的，亮开。那是吊笛亮。嗯。那是这样。嗯，流水了，也吊笛了。难看了哈，我这有十八就啥的，看看，看看好。来几了？好几？嗯。叫我去吧，必须得好听一点。我实在订的都起晚了。嗯，走吧。来见有目的呀。是不是有目的？你要笑着笑了，那出来这点钱。这一吸引它缩水了，重要不干。哦，这是炕垫啊？嗯，这是炕垫。这套好，这套好些儿。嗯，那还是这套。这个换看舒服。这都是被子吧？你说不是床垫？嗯，这哥哥呀。啊，这哥哥嘞。嗯。贵不下啊，贵不可有。怎么没有二呀？一万六不可不可有五分。对，贵不下。妈妈，嗯，俺喜欢这单这会儿。说用多。对。喜欢这个用多。喜欢就说吧。妈妈，俺是喜欢气。真的吗？哦，下午天气真的给你送了啊！我就等了一天的，弄完也成呀。都来说说好，说一下好的。还有厚一点不干净不要厚一点吃还有东西的味儿呢，我不吃一会儿妈妈要去洗润了，我看来也真的是这应该是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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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个又真能劈，有没有？这不是真能劈，是不是？咱这是妈，俺穿件新的吗？新的嘞。新的嘞。里面有卷名字了。啊？里面有卷名字了。卷名字了。这卷名字不是真是好啊？咋不知道吧？我说也是第一回买着，这里面有，它里面有全都是卷名字了。来，新的嘞。两件了。两件了。啊！几件？几件嘞？啊，对，多少了？我看到了。看到了。这样收了，咱也不知道。嗯，也挣得多，挣得多，还是不错。他都弄一个叫名字，哪都买着手里边。俺瞧瞧妈妈的，不是四年的。要不别挣赢家。你要就是抽了挣空的，不知道了吧？那都是面说挣的，别的不是。
别说是抽了真空了，他就是闭的。嗯。你给咱一去一看了，他就是撑着着了。你搁那我就没撑，搁那去。一年他就没有撑，别他抽了。你抽了去，不要。该不会的。要买越多也不知道怎么真空的。你说抽了真空了，一见他就好了。哎，就是这他该报了。嗯。哎呦。那天没有，好过着，就了这个，蒸了，这不就不改？嗯，不是这个忘了，嗯，不是，是二吧？不，那咱没有二吧？我二了，快去让。那就没干了，干了。你家人家做啥？做干了的。我喊干了那边了哈。这叫我喊干的。我喊干了了。你买这风湿上，我急了买了那事来。妈，不洗碗，你干脆了吧。哎，不是急了，妈妈急了，不是买了这风湿来，这岁数。人都记仇了吧？你也不记那个仇了。不是，这时候就是发愁了哈。嗯，那要退了吧。十到二十。哎呀，这就够。哎呀，他今儿发愁了。我养了恐龙鱼，就是那墙上面都是恐龙。然后长都是绿色的，然后他就发了个西瓜，长都是粉色的。那怎么的？这果子哪有黑的？这个种的。咋就整你这盖巴了？你这家不要紧。那都是西瓜，好吃呢。这都是西瓜跟树叶的。那这哪有恐龙啊？这个要谁恐龙？这个就种了。爸不开心啊，就对了。晚上爸不开心，菜不压，别人干了也多久。